是董夏轩，我是阿玛雅，我是陈晨晨，我是孤马，我是陈宏毅，我是罗安雅。非常感谢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场联欢会，很荣幸能在此与各位欢聚一堂，庆祝新年的到来。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，我们先给大家拜年。